第27届台北国际书展天宫夜就要开幕了，一百总共有52个国家、735个出版社恐吓来参加。今年的主题国是德国，希望大家有书做得来进行看出尘土的文化交流。让我欢迎武侠小说界的大师金庸，去年代高神的主办单位很特别规划的金庸茶馆，展出各种的文稿、影音作品，问大家恐吓来赏念金庸大师。所生的是写落个精彩武侠篇章，许多书展个金庸茶馆，是透过文字各种改编个漫画、影视作品，观众金庸太师在场下创作个收入。那金庸茶馆应该是华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展，就是说其实香港很多人会来朝圣，全世界很多金庸迷、武侠迷，而且他们把它设计的不是单向的展示，它是有互动的。全面摆太师，今年台北国际书展每同德国菜团消费同法兰克福书展内的单位合作。推出主题馆，一馆正气。人像有总店、大四级、本土下快手、下落自家的故事，还没邀请13个一馆重量级作家来到台湾，留下分享一套的体会。The true value of books lies withi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ds printed on pages with ink and the meaning that they form.那其实德国就像刚刚那个王处长，王志豪处长所讲的，其实他也很看重台湾的出版自由，然后台湾的这种丰富的文化。今年的主题听奏是脱手进度后，主办单位未表示，脱电去期间是共有桃园以南，也是花东上北台北的高铁、台铁等人的票券，全是免费入场。希望台湾的社区和多年恐吓来看守，参加新闻邱水清、王曼仪廖启真台北报道。